今天是个美妙的夜晚，天气关机准时下班，挤上地铁回家摆烂，想起现在还没吃晚饭， APP 打开美团点份外卖，今晚吃啥选择开始，不想考虑健康还是减脂，定位在离家最近的位置，第一位上家风味来自广西，配料要多加腐竹，第二位上家是麻辣烤鱼套餐打折还送酥，第三位上家主营的冒菜，它的食材还挺丰富，最后屏幕滑到下面，突然想起自己好像忘了什么，我看看日期就吃可乐汉堡鸡肉卷，可乐汉堡鸡肉卷，我不管什么味道，只想吃完只睡觉，薯条蛋挞鸡米花，薯条蛋挞鸡米花，我只是多选几秒，晚餐就变成夜宵，圣代鸡块红豆派，圣代鸡块红豆派，我刚刚感到自闭，多吃有什么问题，烤鸡玉米大鸡排，烤鸡玉米大鸡排，能活着就不容易，管什么热量高低，V 我50